107年市长杯排球锦标赛为17号开始到21号，李家其市红武球场登场，包括各中小、高中组以及社会组，总共有81队，超过1200人来参加。家其市副市长张惠波也特别到场来鼓励选手以球会友。家其市排球委员会特别呼吁，热爱排球运动的民众不妨把握着机会，前往关节为选手加油。107年市长杯排球锦标赛为17号起一连5天，伫红武球场开打。今年总共请各中小、高中组以及社会组总共81队，超过1200人参加。嘉义市副市长张惠波19号亲自到场，为选手加油打气，鼓励大家以球会友，互相交流。排球运动是一个重个人和团体的赛会，那不仅要掌握时间，更要有空间的概念，时空的配合啊，包括运动员的技能，才能够很精彩的展现球技。我们很高兴啊，国小阶段的小朋友现在已经能够享受比赛的快乐。我想，如果持续让他们精进到国中、高中，乃至于社会组，我想对于我们排球运动的这种竞争力啊，将可提升。我们感谢市议员陈信之啊，非常热心支持，让比赛的项目比赛的队伍越来越多。在比赛中，上特别的参赛选手，江北国小的6年级学生曾伟泽，伊本身患有脑麻，行动不便，但伊并无放弃家己，加上本身喜爱运动，开始练习排球并参加比赛。嘉义市议员陈信之知影消息之后，也特别在比赛中颁发奖金，替伊加油打气。我们有一个港平国小的小朋友，今年已经6年级，但是他虽然身体有一些缺陷，但是他对运动真的抱持着很乐观的进取的态度去学习，所以他在学校的班上的人缘也很好。他也不会因为说他身体有缺陷，所以就跟一般的小朋友有不一样，他也不会，所以老师也不会把他当成说他是有身心障碍的小朋友这样子来教。所以他这一次出来参加比赛，因为是我裁判跟我讲说这个小朋友真的很乐观可以让大家来一个学习的榜样。为期5天的赛事将分作国小、国中以及高中，社会人士等组别轮番登场。嘉义市长甲排球委员会也欢迎民众利用假日前往红武球场欣赏精彩赛事，也为选手加油打气。新闻节目，嘉义市采访报道。